今天是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之旅第三天。那我们昨天去爬了 Upper Yosemite Falls， 今天身体非常累，所以决定去走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步道，要去看两个瀑布 Vernal Falls 跟 Nevada Falls， 然后傍晚的时候要去 Valley View 去看整个峡谷的夕阳景色。Morning。我们来到今天第一个景点，要来看 Ansel Adams 的画廊。他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摄影师，以黑白照片闻名，其中最广受人们喜爱的就是他在优胜美地里面的照片。那我们赶快进去看看。里面的黑白照片都是他作品的复制品，所以有开放购买。那有人形容 Ansel Adams 拿着一台相机教我们怎么看世界，他真的把优胜美地拍得很漂亮。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游客中心都没开啦。然后外面有提供窗口可以买纪念品，那 Ranger 就在后面的两个帐篷里面，你可以问他一些公园的资讯。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爬山。我们现在从优胜美地山谷底的一个地方叫做 Happy Isle， 要来走一条 Mist Trail， 可以看两个瀑布 Vernal Falls 跟 Nevada Falls。那也是非常有名的两个瀑布，如果你还有力气的话，你可以一路走到山顶，可以到 Glacier Point。今天走的 Mist Trail 比昨天的 Upper Yosemite Falls 好走非常的多，这里路又宽又是铺平的柏油路。在这个桥叫做 Footbridge， 已经可以看到 Vernal Falls。
后面这就是 Vernal Falls， 水量超大，超级壮观的。我站在这里都可以淋到水花，比昨天 Upper Yosemite Falls 还要漂亮。我现在在瀑布边吃八宝粥。要爬到 Vernal Falls 的顶端，路途非常的陡峭，跟昨天的路途有得拼。我们现在在 Vernal Falls 的正上方，虽然山上起乌云起风了，但是我们还是尝试往 Nevada Falls 走看看，希望能看到。这边已经能稍微看到 Nevada Falls 了，那我们再继续往前走，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景观。我们离 Nevada Falls 更近啦，水量一样非常的丰沛。我们等下看看可不可以走到它的正下方。我们终于到 Nevada Falls 的正下方啦，它的水量跟 Vernal Falls 一样丰沛，步道也都不会太难，非常推荐大家来爬。然后如果你一路再往上的话，可以爬到 Glacier Point， 那里看 Yosemite Valley 非常的漂亮。再来，如果你有 permit 的话，你还可以一路爬到 Half Dome 上面。那山区已经开始下雨啦，我们就准备下山去我们最后一个景点，去看 Valley View。
这里就是 Valley View， 黄昏的时候来非常的漂亮。那我们就要在这里结束第三天的旅程啦，明天还有更多更精彩的景点，那我们明天见。